苏达，我要离开钱总。为什么呀？这才刚多长时间啊？他老婆从国外回来了。他老婆？原来他是个有妇之夫啊！我不知道他有老婆。 他就是一骗子，当初他说他没结婚，我才跟他在一起。你也知道，我太想出唱片，我太想成功了，所以我现在我知道他的情况，我想要离开他，可是他不同意，还不断的要挟我纠缠我。他老婆知道以后还要报复我，还派人到处找我。 我想的连家都不敢回，我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我能去哪儿，所以，我只能来找你，苏达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我伤你心了。 我也知道，只有你对我才是真心的。当初我来北京，一个人，一把吉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可是跟你在一起，我感觉特别的安全。我也知道，我们回不到以前了。可是我……哎。 咱先不说这些了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要离开他，重新开始。喂，喂，苏达吗？哎，你跟那个女孩在一块呢吗？<咳>在一块呢，怎么了？哎，店里面有人找他。 赶紧回来吧！什么人啊？还能什么人？怎么回来出事了？他们说店里有人找你，我回去看看。你在这等着。哎，苏达，找我的人肯定是钱总，要么就他老婆。不是，那我怕什么呀？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啊？不是，你忘了上次砸车的事儿了？那就是一帮流氓，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。 你听我的，你别去啊！别管了。哎，苏达，你别去。要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